公视早安新闻，没有新山色，没有八卦暴力，只有营养满分的能量早餐，为您开启一天美好的序幕。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需要什么电视节目来陪他长大呢？公共电视就是最好的选择。我常常去这山顶海边的所在去采访，真是当地乡亲那看电话啊，拢真欢喜。因讲真卡所在只有公司新闻会去真正关心甲采访。我们不八卦，不受扭曲价值观的污染，独立自主，并且提供最正确而专业的报道。公视新闻提供真实、公正、客观、全面、深度的新闻报道，同时致力于区域平衡，呈现丰富多元观点。请您以实际的捐款支持来赞助公视，请乡亲来卡捐款的专线02-2633-9922，02-2633-9922，华博账号19213335。感谢捐款的观众朋友，公视基金会依据个资法搜集您的个资资讯，仅限于募款及会员服务使用，公视将妥善保存，您可来电行使您的权益，包括查询、更正或删除。感谢您。